迎收看《宝岛漫步》。今天开心吗？开心，有贪冇？问你问你来，每天下晡三点到四点，暗时八点到九点，伫脸书 FB 嘛有哦。欢迎咱所有的好朋友来收看咱的报道漫步。报道漫步是咱报道歌哦。也可以等声音，歌在为台湾歌。评论及声音，他们的曹博士、杨华东老师，感咱赞助支持。上个电话是咱所有好朋友的陪伴。Yeah. 啊哦，今嘛时间你过实在有够紧的吼，小朋友都开学了呢。哦，还开学吼、哦，我当初那老师做 BP 的，来一个开学考，哎呦，都要考试啊！看看你放假的时阵吼，刚够有咧看册啦，啊，讲坦白的啦，有倒一个囡仔放假会够去看册？亲像放假就是上惊什么？文派对啊，啊囡仔上惊考试，定掉考试，系啊，哦，啊即马就是吼。迄、那个前一天老师都讲啊，讲哎，明仔载要考试哦，吼、嗯，俺个像小明无爱插面，吼、哦，照常拍电动，有够无乖、哦，还没有收心。伊讲我考试进前甲看到好啊，迄、那个啥临时抱佛脚，哎，开心点点安尼。我做个卡拢我咧抱个进个。即马隔天哦，隔天去个学校，小美小美，参详一下啦。等下吼考试时阵哦，我若是未晓吼，我甲你踢一下椅仔吼，啊，你得和我瞄一下。瞄一下，你給他瞄一下，这样好吗？好啦，哎，你老师没发现啦、啊？真的吗？嘿啦，同学没发现啦、啊，吼、啊，啊无，安尼啊，下课吼，我请你吃刨冰，嗯，嘿，加四项料，五十块就好了。嗯，好，可以。好吼，啊，今麦今麦在考试啊，哦，考试先，哇，是啊，啊，这条未晓咩喏，哦，今麦我就踢伊啊，小美，小美，啾，啊，今麦小美就挖过来，喵。小明的心都凉了，我是叫你给我瞄一下，不是给我瞄一下，我怕他想要做尿这种骨。我不管，我不管，你明天请我吃炒冰。好啦，炒冰啊，炒冰啊，好，好起来啦，好起来啦。蒙工啊，你蒙久啦。对啊。考试不可以作弊。小美是有智慧的，她不让你瞄，可是她有瞄。嘿呀、啊，应该讲你好好看一下，今麦看小美应该安尼。哦哟，安尼更加有。哎、欸，今麦下播。安尼爱两碗，安尼两碗。今麦下播，不要乱想。来听歌，听歌，第一首歌去安排叶大哥的《双红大梦想》。用心的做梦。梦中，唔通搁哭，唔通搁悲伤。
姜母的时间到了。哇！手牵给我，啊，那无家己一个，嘛爱起来跳一个哦。对啊。来来来，到跟跳一个。啊，今麦是咧跳什么？这吼，这叫恰恰。恰恰。啊，顶界教是无同款的恰恰、哦。真的耶。你看，顶界是吼前一步后一步，今麦是后一步前一步。无人都要是左边右边。哦，左边右边吼、哦。对呀、啊。所以啊吼，看起来敢那吼，是敢那有困难很难的一样吼，其实不会啦，老宝贝好宝贝，就是动一动，因为啊吼，身体得到音乐来这个律动的时阵，你的细胞会得咧活起来哦。只要吼 ，tempo 对，脚步错是袂要紧啦。对，我刚刚吼，你看这老师在示范按着底啊，两只手吼，双手安尼牵的吼，卡袂结人吼，会在对。哎呀，对，哦，杨哥都要快乐节今天，就是一打的一个健康，一打的一个豆咖。所以你就说嘛，我讲今嘛，他今嘛咱俩家己一人在厝诶，自己起来跳，脚步永远拢袂唔对，对，拢袂去打着别人。对啊，啊，若砍落去奇怪，那我感觉凉凉，安尼都怪怪。不要乱讲。对啊，起来动一动啊，哈，这是叶大哥特别的哈啊，觉得说有时候听歌哈，都、就是希望讲推动之类哈，大家可以来叮当之类。如果光是叫你跑步，你也觉得很累啊，哦，很无聊啊，啊，那听到这个音乐辛苦啊，你扭之类扭之类，哎，叮当之类，尤其这个恰恰的哈，你注意看哦，它会叮。踮脚尖有没有？这个踮脚尖真好哦。你卡位就是逆着咱的涌泉穴，卡位有一个涌泉穴，你就安尼个逆一个逆一个，呛一个呛一个，逆一个逆一个，佮呛一个呛一个，这样子就好了。哦，安尼连续动三分钟吼，等于你运动要跑半点钟啊。所以啊，最重要的是要和咱的好朋友一起来动一动啊，因为之前咱在做迄体操的时阵啊，来教的时阵，拢有固定的动作。啊，今嘛就是要甲大家讲，起来轻彩跳跳的嘛，没关系啦，有叮当就好啦。那这老师教师以后，就来唱一卡，啊，都无差的。袂赴啊，早哪知就好个啊。对啦。是的。哇。好朋友，动一动哦，吼，安尼真好。啊，来今嘛休喘，饮茶咯。哇 ，OK， 邀请咱的好朋友，大家到底来饮茶。嗯。哇，过落去。这大水。啊，饮茶就本来过落去啦。你饮做白滚水哦。哈。一斤三千嘞。本来就是咱咧加这茶当做白滚水饮嘛。一斤三千嘞，无好我个欣赏一下。没有喏，阿哥阿哥啊啊啊。进行影片有甲爱担三嘴品茶、对无？啊，像昨昏咱有请到这个丁元春老师来甲咱分享啊。青年的茶呢，你有想象到？一在红茶，甲咱嘛是喝一样的普洱茶，对无？哦，那即马大家拢红茶，就是安尼讲嘛。啊，那即马吼，轻轻松松坐咧厝的，安尼咧享受。哦，这个皇帝也不一定有赢我们，是不是？对、因为他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对，即马已经无啥物红茶。所以挖入骨、探入骨、挖到就是重点啦。对。啊，不过呢，我有发现啊，亲像这茶啊，吼，你若安尼吼，你吹哦，绿绿的，绿绿的。啊，你若有咱的普洱茶，你就爱常常吼，啉的时阵看来，啊，绿绿的，每一届拢甲绿绿的。为什么你知无？吼，除了啊吼，会当去闻到这个茶香，啊，甲这个生暖的好处，啊，佫有一个好处哦。哦，什么好处？杀菌。哦，你没有听那个秀雅妈妈打电话上来吗？她说她老公嘴巴本来很臭，哎，对对对对，现在都不臭了。来，我们茶香味，我们跟好朋友说哈，长辈啊，你去哪靠屋，嘴靠屋边呢？哈，也蛮正常啦。为什么？因为啊，你看囡仔有哦，阿爷啊，哎，你看迄三四个月遐烧暖有哦，小朋友的那个嘴暖拢就济对不？对啊，阿妈拢未臭，奇怪啊，年纪愈大嘴愈。
潮了呢哈，因为坏菌越来越多了，哎，没错，啊，口水越来越少了，嗯，啊，所以我们这个哈普洱茶哈，以本身的这个哈茶多糖、茶多酚哈，嗯，还有很多氨基酸，它其实很多抗氧化物哦，这个哈茶红素、茶猴啊，这个茶碱丁丁啊，这都是可以安怎，可以杀菌啊。哦，啊，来，我们看一下一个报道哦，哈，哦，那个报道哈，就是要跟大家分享讲，其实很多长辈哈，嗯，戴假牙，对啊，对啊，对啊，啊吼，会磨来磨去，对啊，吼，啊嘛会感觉讲不舒服，哈，有当时啊，嘴齿花会噗噗，我知影讲哦，那都是细菌哦，假牙吼，拢爱提出来浸泡一下，用那种药剂，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来那个嘴巴里面有细菌，就是这个啦，哦，口腔念珠菌，吼，哦，这个作怪，这个作怪，吼，哦，你啊戴假牙啦，吼，哦，啊有当时啊，吼，哦，亲像迄红眼啊，买有啊，吼，哦，红眼不假牙，没有，他就是喝牛奶，没有刷牙，哦，对对对 对， 对，啊，所以这个口腔念珠菌呢，吼，只要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拢会出现，所以啊，吼，哦，邀请咱的老宝贝、好宝贝，不管你有多少颗牙齿啊，嗯哦，不管呢，你是不是戴假牙，我们都记得。规工吼，水量爱有够，啊，上好是来饮这普洱茶吼，哎，加绿绿的哦，可以降低这些口腔疾病的一些好处。安尼怎样不？来，你看我昨天有请那个老师来，我今天也故意就穿这样。有没有很有气质？哇，好像古时候的古代的那美女啊，哎，貂蝉弄淑丽啊，那是飘出来你。别讲没有，我讲。来就可以来，喂，你好，喂，好朋友，来杨阿姨，你请讲来。哎，我讲哦，我跟那顶礼拜吧，当时我未记哦，那就有订啊个。但是明天没上来哦。哦，安尼哦，好，好啊，来，我请客服给你接一个哈，客服请帮忙接一下六线来，谢谢。啊，咱搁甲好朋友讲一个哈，嗯，如果物件若无收到啊，吼，咱的电话几号？0800763888。啊，这个电话呢，早起的9:30，加下晡的5:30，随时拢会使卡。对。啊，咱今嘛呢，吼，来接 call in 哦，好，来接 call in 哦，哈，0800863888。啊，昨昏呢，吼，咱有播出呢，哈，这个健康扭一扭的新单元，哈，嗯，阿，啊，毛播出这个品茶趣的新单元，哈，阿，啊，希望咱的好朋友快点咱的努力了，哈，啊，哥再来，今，哦，晚呢，咱要来播一个啊新的 MV 哈，啊，对对对对对，好啊，真正 hip hop 啊，啊，真正吼，哦，要开始播啊，来，我先讲是安怎有新的 MV 哈，嗯，因为叶大哥甲伊依照所有的这个黑胶唱片，啊，把它呢吼，哦，翻成 CD。对啊，现在就是想要在电视来播对吧，嗯，啊，但是啊无画面啊，对啊，啊，如果是讲拢气版的吼，叶大哥讲啊，无新意，尽量吼，哦，想要让大家更好玩一点，安尼较好看咧，安尼吼，所以就动动脑，鼓动动脑，伊，哦，想讲吼，伊来当导演，啊，每一首歌呢吼，伊有想到画面呢，啊，伊就会想办法讲吼来拍，啊，即马呢，咱新做好的这个。小组，咱两人的爱，哦，啊，这嘛是叶大哥呢，吼，嗯，这个较少年的时阵做兵一阵的歌，对，啊，无咱今嘛先来欣赏一下哦，好，啊，甲阮品尝一下，对，好好欣赏，然后咱再来接可以，注意看咱 MV 女主角，啊，来。来
秀的草花若开，哦，我想起彼个人，他乡的小木暗暝思慕彼的事，看起着青色海水，黄昏想起你甲我，希望你有时来想起。错乱彼时的咱两个，凯欣嘛是真正第一届，第一届看到吼，我也是哦。大家敢有像凯欣咁看啊足认真呢？我先甲大家讲，第一件代志啊，迄台面都是杨华东老师的面图，绿色的，那伊就是爱啉茶，他就喜欢大自然了。我刚刚吼，整个 MV 看起来美感超好，因为我刚有一点足奇怪呢。安怎呢？就是你后边咧提那衫啊，我有看到迄吊牌呢，哎呦，那是 bug。啊，不是 bug 哦，什么叫做 bug？ bug 就是迄种啊，就是迄个一挂错误的小细节，处理了不好势。嘿，当然嘛，不是。哦，故事为头讲起，哦、你看阮导播一定在讲啊，因为叶大哥这叶大哥设计 MV 呢，迄领衫有吊牌是一定爱呢。有啥物？我讲这个故事互恁听哈、啊，伊就讲啊吼，这个女性朋友啊，甲这个烟斗的帅哥吼叶大哥，因两个都是交往嘛吼。嘿呀，啊，即卖呢啊，这个查甫的伊就要去日本拍拼，啊，查某想讲吼啊，我来买一领。哦欸啊、送去机场有无吼？嘿、哦、呀，啊，相公吼，为着要买一件衫吼，花两支送无着啦，啊，迄件衫全咧无送伊啦，是哦，啊，因常常去海边啊，对无？迄阵啊，伫遐咧惺惺相印，有无？对对对，嘿呀，啊，伊就安尼，佫摕迄件衫摸咧，啊，我伫海边啊，望呀望啊，啊，所以迄件衫就是一定要有吊牌，因为唔捌穿过咯。哦，那我误会啊，我娘真是迄件衫是伊，互你。做纪念呢？哦，按摩到遐暗哦。哦，啊，佮皮佮皮一下。真是的，来，好朋友，即马可以吼，佮开放一个三分钟就好。请问，拄啊迄首歌的歌名，叫做《咱两人的爱》。对。啊，这首歌呢，吼，是毋是叶大哥阿未做兵以前？哎，瓜呢？哦，哎，是不是呢？啊，是不是会在叶大哥今嘛即个经历的六十条哎，即个好瓜来的哈？因为咱今嘛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叶大哥今嘛开始甲即个古瓜哈，拢找开定落对无哈？哎，今嘛已经有六十条的瓜，拢整理好啊，整理变成六片 CD，每一片拢有十条瓜。我请问你，拄啊，迄条歌叫什么歌？咱两人的爱。啊，迄条是不是是叶大哥迄、那个阿妹做兵前唱的呢？你也可以起来回答看看，回答正确。MV 拢拍对无？他有可能无收入咧。我甲你袂使讲，好你讲来。喂，你好。你好麦琳哟，台北的咱两个爱，咱两个爱、欸、这首歌是叶大哥做兵前啊，做兵后唱的。做兵后，哎、欸、哦，对了，答对了，你好厉害哦，林大哥，啊，这首歌你有爱听无？好听好听，好听好，还不错哈、啊，谢谢你。做 CD， 你叫做 CD。嘿，这届。
CD 无收录这块，对对对对对，这届无这块，哈，听到都有缘缘投哦。哎呦，谢谢你啊，哈，感恩啊，有咧看咧节目，搁看了有认真啊咧。喂，你好。我爱你，唱歌。听恁叫我听的嘞。哦，拄啊，迄首歌哈。迄首歌好听。咱两人的爱。啊，这是叶大哥做兵以后的歌，不是做兵前的歌啦。很少年的时阵嘞。嘿，嘛是算真少年的吼。伊迄个声音，我那个即马是无啥共款对无？伊的叶大哥的唱片，我总全部拢买几啊，差不多几啊支嘛。真的哇哇！你坐看卖，你贵姓？你贵姓？你贵姓？来，请问你贵姓？哇，嘿呀，薛姐姐，哇！你好，我感动，你第一个卡起来了。你住倒位？我拢有在看。哎呦，啊！我今仔日报这个影片，你有感动无？真的是重新在拍摄，所以我讲叶大哥今晚做这个节目袂输，敢那吼，那做一条歌出来，就敢那推出一张新的唱片。我少年时就是伊的歌迷呀、啊，一定要到嘛，哦、一定的啊。啊，咱今晚爱林心跨到前支持他再往前拼，安尼好不好？我甲叶大哥用放音呐的呢。是啊，哎呀，谢谢你啊，谢谢，拜拜。阿公有影嘞，吼，咱今仔日嘛要报一个人生看头前，嫁歌给大家听，哈。所以咱的大春妈妈两面爱注意看，哈。喂，你好。恁两个好。我安。我要点一条歌，吼，开心笑。好，什么歌嘞？冬天过了是春天。冬天过了是春天，这好唱的呢。哈。慢点咯，慢点。我甲你讲吼，我有迄叶克电音母的相，甲因查姐的相，伫我的手机啊，来伫我的手机啊。哦，哇，我无呢。音母甲，有水无？音母甲叶克电啊，甲因查姐，拢伫我的手机啊。哇，你这样子，我们会羡慕你呢。我的很羡慕，迄落很神秘了。哦，你顶一个动袂了。因查姐足水。这有呀吼，其他儿子也很帅的，对，引导拢查某的水，查甫的引导，真正做美丽。啊，甲叶家店，查某囝去做伙，哎呦，好赞哦！您刚刚就甲你吐，谢谢你哈，拜拜。来，今麦刷来呢吼，爱哥听歌，甲唱歌，两面啊，够讲够时间。对，足重要诶！好，这首歌是台南的王大姐甲开心点诶，哈，蔡小虎、小虎哥的真心最爱的人，来。云中的月半星半梦，天下的人心头沉重，为你我心甘，为你我情愿，想你心乎你一世人，啊，只爱你一人，我爱你甘愿用生命来疼痛，啊，只爱你一人，你伤我这呢重，叫我怎样用心戆戆等？啊，有梦无梦，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
中的月，半醒半梦，灯下的人，心头沉重。为你我心动，为你我情愿，想你一生，乎你一世人。啊，只爱你一人，我爱你这呢重，甘愿用生命来疼痛。啊，只爱你一人，你惜我这呢重，叫我怎样用一生戆戆等。啊，有梦无梦，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啊，只爱你一人，我爱你这呢重，甘愿用生命来疼痛。啊，只爱你一人，想我这呢重，叫我怎样用一生戆戆等。啊，有梦无梦，你是我今生最爱的人。歌王教唱歌，哇，赚到啊！今仔日又搁要来听咱的歌王教唱歌咯，会晓唱的、未晓唱的，拢来，拢来。哦，这条歌大家爱学。是安怎？今仔日要教多一条？就叫做《人生看头前》。哦，这个时阵真正重要的啦，赞的啦，这是十五米的乐台迄个专辑，啊，两三年前的新歌呢。2017年的，对呀、啊，加迄、那个十五米乐台同辑的，对呀、啊。哦，啊，十五米的乐台，这姜世峰啊，这个唱片是制作的，哦，啊，所以主打歌用十五米的乐台，哈、哦，啊，其实。啊，做其中有一首歌，哈、啊，就是《人生看头前》，郭大成老师，阮老师下，作词的。所以今天要好好再教一次。啊，那咱今麦就来邀请叶大哥，和咱听几首的，好吧？好，好。我想起来了，这首是《人生看头前》，郭大成老师啊，三年前的作品哦。总是爱惜命，有人真好贵，予人欣赏；有人比咱较可怜。人生啊，人生，日间亲像来如行。就爱放五千，目睭就爱看头前，头前有长满条，满行的功名。
脚步无一定，有人真轻快，予人尊敬；有人轻松，较自然。人生啊，人生，世间亲像来如影，心肝着爱放乎清，目睭着爱看头前，头前有穷满条彪悍的光明。有够赞的呢！尤其咱人的人生观，也是来我们当人类哈、这就是人生，就是咱的啊，每一个人都有伊的过程。对呀、拢爱放下轻松啦。而且个人可能想法啦、命运啦、个人有来是。不敢啊，辛苦啊，你哈啊，有的就敢那才轻松的呢。所以你这首歌是劝世的呢，劝世歌。这真正是劝世。哎呀，以前少年咱都拼拼拼，今麦咱都是想讲爱心情爱放下轻松。对，今麦曼联讲爱就对，不是敢那劝啊劝世呢，就像你讲心情唱这条歌，就是心情放轻松。人讲哈。很淡然，对、很坦然啊，那面对啊，唔是讲安尼俩啊，要过有我们的日子还很长的意思，是咧有年纪的人，哈、我嘛是有年纪的人，但是咱就是哈、想讲哈、这人先看头前，咱就是哈、还有很久的时间，咱就爱哦，这个抱负，这个想法啊，这个观念啊，一直想讲安尼，所以过不去，什么都嘛可以过得去，对吧？这幸贵啊，这像你讲的讲哈啊，古啊这个幸贵讲干那哦，唔是干那讲安于你啊，就实际哦，就实际的哈。心内是啊，录这条歌哈，表达较好咧，系啊，是要潇洒的。啊，是你这个歌词，你唱的时阵有一挂较感动的代志。但是啊，吼，阮叶大哥有咧讲，这是甲老师接班老师点的哦。老师讲叫你都爱唱这条，教这条。但是呢，叶大哥讲伊想想的唱唱的，感觉讲好像要轻松一点呢。但是这后集你来教咱讲是啊，那人生看头前本来是足励志的对吧？伊今嘛讲要改一个唱法，讲要唱较轻松的。那你后抓爱。你要再爱唱较轻松的哦。这是我唱完哈，我才家己体会哈，这条气氛啦，气氛感情是安怎？就是爱轻松，就爱轻松接到，80%，啊是讲90%-90%，爱足轻松的，安尼接到，所以拄啊唱，唔是讲足轻松的，都明天吼，明天在当时我唱一个版本啊，拢十句八句轻松给恁听。其实这条歌吼，这曼玲我讲，你录这条歌的时阵，我有吼拜托阮老师讲吼，来录音室呢。真的。伊吼老师讲吼，唔免啦啦，你即马我就全部我去教你，吼，我讲无啦，老师嘛是同款，吼，唱就是我囡仔就是你给他教咧，而且歌你写的，歌词歌叫拢你写，我嘛唔知啊，讲你感觉讲就要气氛要唱安怎哦，较下力啊，较调啊咧哦啊，阮老师听我讲，好啦好啦，啊即嘛哦，伊就讲好啦好啦，啊就当时录音爱就加起来，好，爱就对一句吼，啊即讲啊，你头都像讲，我就像我甲阮老师就讲吼，人生有快乐的生活环境。好歹总是爱相应，吼，这个共鸣音安尼，伊讲哦，安尼是会使，但是哦，阮老师讲嘛，卖超过，不可以太沉重，安尼，尤其吼，一个所在吼，
我嘛练遮久啦吼，这歌吼我去练习是唔免练遐久，啊个即个一句吼，吼人生啊人生，人生啊人生，吼即句吼我唔是个练遮久尔，我吼唱两三种型，哦，吼唱法，和阮老师讲、哦、老师是对对。对对一种正确哈哈吼啊！我即马唱哦，唱大家听。人生啊，人生啊啊啊啊啊，唔是啊吼！人生啊啊，人生啊，人生都无去了嘛。太清楚。哦，感觉像错落去啊，像错落啊，哦啊，都无好听音色啊，人生啊，人生。啊，搁安尼俩，搁一种就是啊，清困人生啊，人生，搁、哦、一种爱清困哈，哦，啊，我种啊，老师对种较好，真的是，阮老师吼拢讲啊，这两种拢无偌好，不是啦，无话丢啦，我讲啊，无老师是安怎，来安尼，哦，伊讲你都安尼讲。照安尼平常心安尼个唱吼，啊啦啊欢喜心啊啥那个，人生啊人生，哦，阮老师伊讲安尼，啊我当然是，我怎啊买啊啥，讲实在，我怎啊两段歌啦吼，一段照阮老师安尼，一段我怎啊吼。哦，人生无叫阮老师安尼啦哈，安尼咱明仔载来唱一个轻松版的哦。啊，头前来啦！人生看头前，即马就是爱食好饱、睏好饱、欢喜好饱，安尼就对啊。所以呢，昨昏。前天，昨昏咱是袂感染了。对，是安那今仔日好头先阁搬出来，你甲我讲。太侪人已经较胃会知影，崩溃了。来来来，好朋友，我甲你讲哦吼，咱今仔日呢新同学，吼、老朋友，我先甲你讲，咱的好头先今仔日呢吼，两罐2400块骨送香菇。对，吼啊，这香菇是现吃的，这是咱的叶大哥上好的朋友阿雄哥。哦，咱归台湾的吼中。在收香菇上多人對、啊、這呢是我們葉大哥的好朋友和贊助的和偶然的我現在接一通我什麼都要開始說你就要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你、我請問喔嘿那個好頭前那邊要吃哈啊吃睡你先掛燈你先掛燈喔來我們睡要睏之前，哈，要睏之前，哈，啊，咱呢，吼，半点钟以前该食两粒，哈。如果你老在食药啊的人，哈，你不要把药停掉。我们第一瓶、第一罐哦，哈，咱拢爱两粒或者是四粒，看你的情形，哈，落去甲添加。啊，咱这呢是天然的，所以伊袂去讲食了有习惯性。所以我要甲你讲哦，哈，如果你有食药的人，斗阵食，哈，啊，第一罐食完了，你会连慢啊去连。你的油啊是 OK 的，好、哦、啊，我邀请咱的台下的这个德克黄女士啦，吼，也是桃园的这个涂小姐啦，吼，啊，一挂咱的好朋友有在吃药的，啊，起码已经渐渐愈减愈少啊，对吧？哈，啊，恁会使起来分享，啊，无在吃药的，本来这是便宜呀，啊，哪困哦，啊，哪做梦的，吼，啊，是讲啊困落一困啊，就搁起来，起码吃咱的，拢有真大的进步。啊，我要甲好朋友讲，吃好到小补，好心大家做，因为这件代志实在是足多人做烦恼。对，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上惊是安那困无好的是滴，困无好的安那高血压，困无好免疫力会下降，困无好注意力会失，精神会歹。注意力也不集中，开车什么拢真麻烦。啊，有的人是食药啊，食到吼，家己拢会惊。为什么会惊？因为你都是啊吼，拢 slow motion。对。咱的自律神经吼被压住了，我们中枢神经被压久了，伊反应拢足慢的吼。咱嘛往那会惊，所以啊吼，天然的物件，咱来配合，咱慢慢减。啊，我唔敢甲你讲，一罐都会飞天正地。我希望你一定爱记的一句话，真正呐，随食随互你困去的，迄就是。嘿，就是管制用药，那你就知道了呀。起码、啊、就是足侪人都是用无困、未食、无食未困的呀、啊。啊，咱就是爱慢慢啊，安尼来改啊，对不对？啊，所以吼、哦，唔通一罐啦。啊，那两罐的人，你呐吼，我嘛是爱跟你讲啦。
算算的会好啦，赶紧过来提啦。今仔日吼，咱原价是几块？一罐原价是2000块，吼、啊，即卖你也买两罐就是2400，送几包香菇，送两包啦。啊，有人讲吼，啊，我都真正唔捌食过，买一罐会使无？好啦，买一罐嘛，送一包香菇啦，好无？过年过节上介绍啊，是叶大哥伊的好朋友是安尼咧，甲咱叶大哥听的，啊，这好头是嘛是叶大哥讲。千万人一定爱吼，常常讲，为什么太侪人拢袂好势？一包，食互你看。一包叶大哥食过的，进来进来。来，空八空空7638888，两盒2400块，同款阁送两包这个香菇饼、嗯。啊，这是天然的香菇，直接的甲打扫，啊，小可调味了了吼。啊，所以这呢，食无着可惜。大个啊！本来你就加要买啊，我知啦。啊，但是啊，即马吼，哪有通啊吼？哪有通啊？食到这吼、個，是一个心意。啊，你甲想啦，叶大哥吼。今嘛个付出出来咧吼，唱歌给大家听，总嘛是爱有一丝啊成本。但是吼，伊都物件拢袂伤俗啊，啊，所以甲好朋友讲，这吼是伊的好朋友甲学演的，所以很多人说我要买啦，5包10包我拢要买啦。嗯、啊，你妈看有货无？啊，人用国送的，今嘛用国送，啊，今嘛要另外个买，人嘛爱考虑真多，你知无、哦？所以吼、哦，先来个吃，哦，买有丢，食有丢，福气啦。安、哦啊、怎？无看伊大哥啊？一直吃饼对无？你想要买茶来送这对无？我嘛知，即马601嘛无啊，都无半斤啊。我嘛知你要买茶送这，没有办法。所以来好朋友，即马吼，那即个过年过节吼，大家安尼吼，坐咧吼，啊来泡咱叶大哥的茶吼，啊来吼，食一粒茶配咧吼，真的很好哎、欸。而且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天然的物件，天然的对、哦啊，就好食。就刷嘴，吼、哦，所以你无食就可惜啦。啊，不过上个电话，咱来讲出咱的好头型的好。对，好头型有偌好？好头型，咱的好头型有六大专利啦、嗯。六大专利呢，芝麻泥素、伽巴、伽巴谷维素、L 色氨酸、海藻钙跟天然维生素 B。好，像对啊，迄个曼玲姐有讲嘛，吼，为什么？无可能甲你讲啊，就一罐就下杯天会种地，袂为虾米？因为咱人体所欠缺的营养是你长期都欠缺啦。慢慢来。尤其是吼，咱其实人体欠的是营养，唔、是药啊。对啊。你是药啊，都有副作用。对啊。所以短时间吼，你搁感受袂到虾米多大的影响啊、但是长期时间啦，对身体伤害是足大。我今晚要来接电话啊！空白公公7638888，喂，你好。你好。来，新同学哈，来，我你讲啊，你即马卡了，你要爱好头心跳。两盒即嘛是2400块，好上天哥，喂喂喂，啊有卡外公喂，243750等等，等一下我打给你，空吧空空7638888，唔知是安怎你 call 起来来，好朋友，你若食了袂歹，你爱见证啦吼，爱起来分享啦吼，迄天小叶姐姐才起来讲，伊讲哦，伊都年纪小块吼，啊即嘛较歹。较歹困啦，啊，冰来冰去，人迄两粒食食，讲无效，我讲你食四粒啦，四粒随食，即马随讲，我足会困的啊，我阁减两粒啊，这种你就是凊彩你去减去加拢没有关系，啊，你若食药啊就袂使，哈，喂，你好。来，咱的大家好朋友，我你讲啊，来，咱要爱好头型吼，喂，咱要爱好头型吼，来，买一罐去食，好，我连咪啊，甲你处理吼，谢谢，来，0800073888，买一罐食看卖嘛，袂要紧，清淡啊，有赶快送一包香菇，啊，我甲你讲哦，你第一届食的人吼，咱都是爱困。前吃吼，家你的药啊，你老食药啊，到阵吃。啊，你若无食药啊呢吼，咱会使困食两粒的。啊，你若讲那会感觉讲吼，还没有睡得很好，四粒嘛没关系，知道吗？喂，喂你好。喂，你好。来，你请讲来，如果是你卡起来，你来无声音。啊，就恁的无咪。啊，来，我甲你讲来，你要多头先吼。曼妮。有，我伫遮，我伫遮。大哥你好。来，你要爱吼。哦、好，我就明甲你问地址嘿、啊你你困眠安怎？你困眠安怎？我这有甲你比的，哎呀，客气客气，好，老同学哈，好，安尼紧甲你送，今仔日有咱就紧来提吼。啊对，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啊有通送，有当时啊无通送。你若看到有通送，你根本你本来就爱食的，啊你唔着趁即阵，是要等当时。喂，你好。喂，来，徐大姐，你好，徐大姐，喂，徐大姐，你请讲来。哎，你的好头型是
食安怎样啊？食好困的，食困的路面的。啊，我跟你讲，你若一直起来放尿，或者是咧做梦的，你拢会使甲食两粒，或者是四粒，拢袂要紧哦，困前食就好。阿姨有滴，伊有滴食药啊？吼，嘿，会使倒咧食，会使倒点食，无紧。好，安尼有了解无？糖分有滴食药啊？哎，袂要紧，袂要紧。哎、欸，我跟你讲哦，糖分的人足侪人歹困的哦。来，徐大姐，你先挂电话，我连咪要甲你处理、来。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无了解、无清楚，需要曼玲哥甲你解说的人，你就甲留电话。啊，但是今麦这个十分钟，邀请你，若要爱这个香菇，啊，若要爱咱这个好头神，来，我甲你讲，咱这个好头神吼，足侪人咧吃吼。啊，佫再来就是讲。予咱听着足感动，因为伊就是会进步啦。伊迄吼食二十年的这个安眠药啊，伊安尼慢慢啊咧减吼，咱听了拢足欢喜。喂，你好，来0988991936，我等一下再打，谢谢你。0800736388。桃园的谢大哥，伊就是因为，来沙丁哥的好朋友，你也袂好。好，我等一下跟你回电哦，感谢你捌食过无？有 啊， 啊，谢谢你，哦、谢谢。有爱固定食，吼、有爱固定食，咱甲买起来，拄好有咧送物件，咱都赚着，吼。啊，你是食两粒诶，食四粒诶？加能量，加能量都好啊！哟，哇，谢谢你哦！哇，来，0800736388，咱这是神经线的应用，神经线的应用。如果你有自律神经失调，黏咪吼啊，袂困的啊，冰来冰去啊，放尿一直起来吼，那个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啊，有当时啊，困落去吼，一直做梦，一直做梦，困袂沉的，你就能量失调，你家己调吼。那即卖呢，咱就是讲吼，你来加两盒，因为你会想讲啊，唔知有效无？我二三十年遐拢安尼，你先甲买两盒没有关系，但是呢，亲像咱拄爱好朋友有无？两盒两盒咧提，啊，你若看到有咧送，你唔着紧提，无连你啊都无通送啊！你讲这个香菇无特工，干你安尼哈？喂，你好，来徐大姐，你也买好哟，谢谢你。啊，你也买两罐哦。我先生的林徐阿姨啦，徐阿姨我知哈。啊，我连你啊，我给你，哥哥给两罐，好，谢谢你，谢谢你啊。好，有闲连咪啊再起来见证，谢谢大家。你若食过紧的，你爱起来讲讲，食好到小补，啊，好心大家做，咱这是慢慢啊，咱这是天然的，安尼有了解无吼？啊，咱若新同学哈啊，留个电话，我们等一下马上给你回，因为起码拢在满线哈。0800736388，来报瓜，我来接到接来。好，来，香菇提无着无多，你要赶快打哈。喂，你好。叶大哥，叶大金瓜。想着人较早，你爱听的那条歌，心肝内只想离开你遐久，你敢会思念我？踮在他乡虽然孤单，脑海里浮出你的形影。一声一声叫着你的名，你若有坚定你的心肝，心爱我的为你打拼。你爱听的那条歌，心肝内只想离开你遐久，你敢会思念我？
在他乡虽然孤单，脑海里浮出你的形影，甲阮作伴，甲阮作伴，搁甲艰苦我不惊。一遍一遍唱着彼条歌，一声一声叫着你的名，你哪有坚定？心肝，心爱我的，为你打拼。路面那精神偌好嘞，安尼吼，阿妈拢心情偌好嘞。嗯，我真的跟大家说哈，因为阿张清甲主要嘛是啊哈，伊新北市政府啊，这个侯友宜市长甲我颁奖哈，我嘛徛伫一边啊，讲来宣誓，希望搁较侪人对这个湿地景会使哈有好的观念嘛嘞啦哈。啊，你知道吗？困袂好就是足害，记忆难摆。啊，心情就歹啦，嘿、啦，再过甲你讲三点，要阁问一届，啊，做一个啥拢做袂成功的啦，舞来舞去，出门出去，礼拜出去礼拜三四届安尼，规工安尼舞家就好啊。啊，上届烦恼就是讲讲过的代志袂记的，啊，啥物人的电话袂记的，啊，啥物代志甲人约好袂记的，吼，这上害，因为这样子。我刚刚借钱都嘛袂记住。你也故意的啦。啊，够够耶。啊，感谢咱的好朋友安尼吼，拄啊咱得起来这个家己得起来，吴律师阁起来讲，乖乖买，哇！主要吼是因为伊人足好，我拄啊要阁讲邀请伊，阁无起来，阁分享一下，伊讲歹势啦。啊，都吼因厝边啊拢叫伊买啊，啊有影伊家己食了足好诶，阿妈。分享给别人。伊报咱来看咱的节目，所以老宝贝、好宝贝，我知啦。有当下讲吼邀请你起来敲电话来分享吼，你咪讲人阮的歹势，安尼你就报别人看咱的节目，对啊，看听叶大哥的歌。偌好嘞，偌有迄个精神嘞！伊讲咱啊六七十岁人，大家拢像叶大哥安尼吼，人生看头前，搁甲拼落去啊，哪有讲话失地啦？哪有讲话会大用容易？大家嘛安尼精神就好吼。喂，你好，喂，我安啦，徐姐姐啦，我甲你买高管啊呢，高管啊，家家有好呢，哇，谢谢你啊，阿丽安怎食？公开的罗云呐，真的吼，阿伯。你本来是会起来放尿，还是变车车困袂去？你是起来一直放尿安尼吼？我有咧食安眠药啊啦。哎呀，啊你食高管啊？哦，啊即卖食吼，较早拢一日爬起来，啊即卖都好爬起来两摆啦。哦，啊，安尼就算有困着啊啦，无拢一直爬啦。哇，谢谢你。太多面哦，啊你安眠药一日面忙啦。对对，阿伯面。啊，我刚好朋友讲，大家若有听到吼。那我这种的就跟买来吃了。哦，谢谢。你刚刚讲的，哈哈哈哈哈。弄个你买套头啊呢？对，真的啊。嗯，我跟你讲，咱呐拍报道。哦，对啊，我们在台湾都这样的啦。阿姨，你给我拜托一下，那今仔日亲像有咧送吼，你就爱来买。你刚吃茶呢？哎呦。现在已经买三斤了，都没啊！哇，对啊！我跟您说，咱老爹一定空中一直跟您说的，啊，喝了好，要继续喝，咱如果说这种天然的食品，每天都喝吗？哎呀，今天一杯，咱家吃寡吼，减吃输啊，药啊，真好，真的，真的，我也很怕您没糖啊，因为之前也说，六人已经炖起来，啊，你的青茶吼，我可能惊较袂下啦，哦，安尼哦，因为儿子嘛去落买啊，安尼吼，去落做啥物？啊，我甲你讲啦，无管啥物地，你用心一个，啉茶好习惯，对身体好。嗯，啊，不过伊买等下我食拢困较袂起。对啊，啊，所以也是咱的食茶六零一，那到时六零二，刚甲你买，你知无？买就是讲，大家拢食困会起。
我跟你讲、你们只要信任叶大哥就好啊。伊一世人感觉做过什么代志，讲见证什么物件，拢唔捌，拢也有钱就提出来吼，咧选立委咧讲道帮忙开开，看人开诊所无咧收钱的。好啦，感恩你啦，好，谢谢。阮这徐阿姨是新增的吼，我这拄仔咧讲讲，讲若食了好，佮愿意起来分享的人，我拢甲你做感谢。但是这一千个看有一个无？哦，有的人就是害羞嘛，啊，有的人说啊，买啦，嘿嘿哦、喔，人咧做生意，咱都食了好。但是看到迄徐阿姨的兴奋，都嘿，真正发自内心的回。对呀、啊，你好啊、你好，喂。你请讲，我来给您买了好，来。好诶，好诶，哈！你要爱你新同学呢，啊，我无你的地址，我连明仔再给你回电话，好不好？什么？我连明仔再给你卡，哈！你先挂电话哦，哈！安尼知影无？来，咱即马若要爱，要爱，要爱，吼！你听人咱咧讲，你嘛感觉讲，哟，我都有这个问题，想要来甲好好啊安排解决一下，啊一段时间，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请你即马赶紧卡，我惊讲恁摕无香菇啦。对啊。主要就是这是咱叶大哥的好朋友甲欧恩，哦，知影讲伊即马佫付出啊，啊需要讲吼，足侪人来甲支持，啊伊嘛付出一丝啊心意，啊所以才有这个香菇啊。上天的呢，真正做好食的，要退地莫乌白食，这袂歹。你包开心食了。喂，你好。喂，我安。你请讲来。我要给你买个核桃丝。好，你也买哈。我买一罐。好，啊，佮继续哈。啊，今仔日有送，我连咪啊，佮你回电话，你先挂断哈。阿姨，谢谢你来，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要爱赶紧卡一边，我今日无搞，我今日无搞，你爱卡一边吼，你卡一边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卡一边去抢先登落来，啊无我连咪啊下节无佮过去，今仔讲人迄边抢完啊，你若要爱卡倒一支。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安尼跳舞啦，数量无有限啦。喂，你好，你好，喂，来，你请讲，陈大姐哦。哎、欸，你好，等下我姓陈。啊，你都不卡起来呀、啊？你不卡起来吼、哦？我是在甲恁讲这核桃神吼、哦。嘿，真正好用伊呐。啊，但是我吼、哦，嗯，我吼、哦、食阿明药已经食介侪年了呢。哦，哦，阿姐吼，阿姐，就我实在是哦，实在食。